这怎么好啊？有了钢钱啊，走性更改了。嘿嘿，真没瞧起啊，这种人会发了财了。哎呦，这可真是啊，东风长向北，北风也有转南时，张别国。哎，谁在这叫我呢？没人呢。谁呀？啊，老张。哎呦，听说了话喽。哎呦，要得我面单卖人心的中哭啊哭。哎呀，慢着，少年见鬼还有三年，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呀，不成，儿不能要了，我赶紧走吧。哎呦，我走不了，我再回去。哎呦，坏喽，鬼打墙喽。
来写情也帅，遇见那鬼婆大叫来，哎哎哎，程洪亮，哎，我听说程洪爷最灵验呢、啊、对，进去许个愿，邪魔外祟的也就退，就这么办。我一进庙来，躬身下拜，尊一声城隍老爷，细听明白知音呐、啊，都他妈的赵大夺了我钱财，我去讨债，给了个盆儿折了债，谁想这个盆儿是个妖怪，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，让城隍替我折债，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一块豆腐或白菜，我是一定买来，是一准送来。哎呀，得，算是许了，不知道灵不灵？试一试一。儿，儿，真灵啊！回家睡觉去了。嘿。我别放糊涂啊，我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，哪有钱给城隍爷上供啊，啊，这小鬼我都惹不了，我敢得罪城隍爷？不成不成，快打退堂鼓，二次下拜，尊一声城隍奶奶，细听明白，这他妈的赵大不短钱财，我没去讨债，这个盆不是妖怪，你也不必折债，明日里猪头三升，一块豆腐或白菜，我是不能买来，是不能送来。哎，得嘞，这回踏实了。程爷，咱们爷俩老虎闻鼻烟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得动是撤了，还得试验试验。我这盆儿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急急忙忙走得快，掏出钥匙把门门开，到家了，我搁下了棍儿，放下了盆儿，掏出了钥匙，捅开锁头门，捡起了棍儿，拿起了盆儿，进了门，搁下了棍儿，放下了盆儿，关上门，我再牵上门，搬过了炕，顶上门，我说盆儿啊盆儿，看你是神鬼怎么进我的家门，张别公，坏了，把鬼关在屋里了，老张有什么话呀，你就慢慢的说吧，你